好，谢谢你的提问。我想，我们金华广场的兴建工程啊，我们是有委托一家厂商来做统包的工作嘛，啊，那透过这个承造商啊，还有鼎业，我们确实有很密切的啊，在咨询啊台北市政府的这个意见，我们也会想要去了解，就是说啊最新的这个情况啊进行，所以啊这个工作我们会持续进行。那在现阶段，我们除了遵照政府的法令规定之外，我们还有另我们特别关切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一定会设法让整个工地啊能够透过我们的维护，让它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讨论，我们应该有需要邀请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就怎么样做啊，才能真正达到目标。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啊。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尊重第三方的意见跟台北市政府的意见啊，谢谢。